创世纪第四十二章一节，那个看起埃及有娘，就对遐个囝讲：恁为虾米大家三看呢？我听见埃及有娘，恁通落去对遐为咱嗲寡娘，互咱通存活免死。对安尼，约瑟的十个兄哥拢落去埃及嗲美娘。四节。但约瑟的小弟便雅悯，雅各无找伊甲遐兄哥三角去，因为雅各讲，恐惊伊拄着害，来嗲美娘的人的中间有以色列遐囝，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。当时治理埃及地是约瑟，跳美娘予伊所在众百姓就是伊，约瑟的遐兄哥来。民拍落地对伊下拜。七节，约瑟看起伊遐兄哥，就会认得因，却装作身份人，对因讲较严厉的话，问因讲：恁对倒位来？因讲：阮对迦南地来嗲美娘。八节，约瑟会认得伊遐兄哥，因却未认得伊。约瑟记得从前所做迄两个梦，就对因讲。恁是侦探，要来探这所在的事实。因对伊讲：“我的主啊，唔是，仆人是来嗲娘的。阮拢是一个人的囝，是诚实人。仆人也唔是侦探。”约瑟讲：“唔是安尼，恁来是要探这所在的事实。”因讲：“仆人本是兄弟十二个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囝，第一世现在伫阮老爸遐。”有一个无去啦。十四节，约瑟讲：“我拄啊讲恁是侦探，这个话实在无错。我只发落个性命来救抓，若是恁煞尾小弟无来遮，恁就袂得通出这个所在。用安尼就通将恁试验出来，着找恁中间一个人去，将恁个小弟带来。对安尼，恁拢着关伫遮。”通证明恁的话真啊无，那无真，我只着法老的性命来救抓，恁一定是侦探。对安尼，约瑟将因关伫家内三日。十八节到第三日，约瑟对因讲：我是敬畏神的，恁照我的话行，就通存活。恁如果是诚实人，通留恁中间的一个人关伫家内。但恁通带美娘倒去，叫恁家来的饥荒，将恁的煞尾小弟带来我家。对安尼，恁的话就有证据，恁也唔免死。因就照安尼来行。二一节，因大家讲，咱弟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伊爱求咱的事，咱看起伊心内受苦，也唔肯听伊，所以这场的苦难。临到咱身上，刘便讲：“我敢毋是对恁讲过，毋通伤害迄个囡仔，独独恁毋听，所以留伊的血会做对咱对讨。”二三节，因毋知约瑟听会出来，因为伫因中间有用翻译官，约瑟活当心提起，流目屎，佮活来甲因讲话，就对因中间处释面出来。在他的面前将他绑住，约瑟吩咐人将美娘装满他的器具，将各人的银行倒转在各人的布袋内，搁给他罗里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来做。第六节，他就将娘婿载在驴里离开遐去，到休眠的所在，他中间有一个人偷开布袋，要提了饲驴。才看到家己的银，伊原伫布袋内，就对遐兄弟讲：“我的银行倒来，看伊原伫我布袋内。”因就提心吊胆，喵喵喘，大家讲：“这是神对咱做虾米呢？”第九节，因来到迦南地，因老爸阿国遐，将所拄到的事拢甲伊讲。迄、那个所在的主对阮讲严厉的话。将阮当作窥探迄所在的侦探，阮对伊讲：阮是诚实人，并毋是侦探。阮本是兄弟十二个人，
拢是一个老爸的囝，有一个无去。第一世现在甲阮的老爸伫加兰地33节，迄所在的主对阮讲：若爱我知，恁是诚实人，通留落恁中间的一个人伫我遮，恁通带粮食倒去救恁家内的饥荒，将恁煞尾的小弟带来我遮，我就知恁毋是侦探，就是诚实人。安尼，我就将恁的兄弟交予恁，恁也通伫这个所在做买卖。35节，后来因拼布袋，成为到个人的银包，拢伫布袋内。因甲老爸看起银包，就拢惊吓。因的老爸阿国对因讲：恁予我送死，我会惊。约瑟无去，西门也无去，恁阁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拢归伫我身上。37节，刘便对伊的老爸讲：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予你，你通杀我两个囝，做你通将伊交伫我的手内，我的确带伊倒来交予你。雅各讲：我的囝，毋通甲恁三个落去，伊的兄已经死，只有剩伊。伊若伫恁所行的路拄着陷害，迄就是恁和我白头毛凄惨的录音间。